我古锥个安尼，哈。那么，接下来为咱安排这首歌曲嘛，是咱日本的粉丝点唱，伊有日本毛粉丝呢。伊个王俊坤老小姐さん request のまた会う日まで，杜小燕歌いますどうぞ聴きください。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我欢迎杜小燕为你带来，谢谢。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童谣。